接下来呢是另外一首钢琴独奏，那比较不一样的风格是布尔格弥勒的《再见》，但是我有访问这个演出者张晨生，他说这个不是一个悲伤的再见，我们来听一听啊，来给他掌声鼓励。非常谢谢张晨生，果然不是太悲伤，但是很有意思，不一样的感受，我们要来换听小提琴了啊。